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呢，就是有在你们的调酒里面，这是合法的吗？Yeah， 我是小爱你最爱你，那个小姐当然也没有道理。我现在所在的位在新竹摩根南摩店的现场，今天又来到我们的配对系列啦。没错，我们配对系列跨足八大产业了。那爱你要带领这些男模，要让我们的客人都满意，不止服务满意，下面更满意。好啦，谢谢大家。那如果购买里面的超马卡以及我弟和我直接上下皮搜寻小哥哥爱你，绝对不要买错，因为现在太多仿冒品，外观包装都做了一模一样。那我们准备看今天的配对啦，走。好啦，那今天这两位是我们今天的女客人，兔宝兔。兔兔，我是雷英。那这两位呢，身材非常的好，然后外观呢也是很出众。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有来过男模店吗？没有，希望你带第一次啦。那我先询问一下，雷英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我是比较喜欢斯斯文文的那一种，给版型的。那你对于老二有没有什么要求？大概12-13那边应该就可以了。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姿势？正常的，或者是我在上面。那你有没有喜欢什么性癖好？西装控。今天爽到你，因为今天男模都穿西装。来，兔兔喜欢什么类型？感觉有点坏坏的，皮皮的那种。坏坏。爱你这个型。因为我是斯文的。爱斯文。那你最喜欢什么姿势？我也喜欢女上，但是我懒得动，喜欢坐在上面。哦，你是说你喜欢坐在上面，然后男生顶你这样？对。对于老二有要求？大概16-17公分，一般粗。那有什么特别什么性癖好？不单枪男生的。你是 S 吗？为 S。你是 S 还是 M？ 应该是 M 吧。今天呢，艾里呢帮两位贵宾准备了五位哦。嗯，我要给班型哦。等一下，你看他们两个脸都笑。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我弟们。这个东西呢，它是保健食品。男生吃了这个东西呢，这个地方更快有反应，但是前提是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吃完，你只要给他一直刺激，画面刺激，身体碰触刺激，所以今天刺激的桥段就由你们两位担任。女生吃这个有一个特点，手脚不会冰冷。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妹妹的感觉会比较有。那我们先各吃一颗，然后我会带我们今天的男模们来给两位女来宾好好的调教一下。那至于你们要怎么玩呢，就看你们。然后我今天的角色就是妈妈桑的角色，我会带领他们。那我请他们进来。OK。今天来到新竹摩根会馆，今天我两位女客人身材好，脸蛋佳，她们已经欲火焚身了。今天就是要让她们两个下面都满意。你们今天代表新竹男模，100%的部分。OK， 那我准备开始哦。好帅。OK，Let's go。OK， 这五位呢是我们今天要陪伴两位的弟弟们，跟美女们问声好啊。美女好，先请一号介绍一下，来。我叫做 K， 我很能喝。他很像陈汉典。来换这位，第二位。我叫绿茶，会玩一些小游戏，人家都说我长得像谁啊？我叫九天，九天玄女。对，就是那个九天玄女。那你会跳吗？不太会。就不行。对。我想看台特手势。好，下面来。你好，我叫微醺，可以喝酒，会唱一点歌。欸，你是不是蛮壮的？蛮胖的。你下面一位来。你好，我叫凯凯。特殊才艺是什么？喝酒玩游戏。多长？大概讲一下。一般。欸，一般。你的一般。坐他旁边。好好好 ，OK。K 的老二是长的吗？刚刚好，刚刚好。那你现在坐到我们的兔兔旁边。然后下面一位来，你的老二是大还是小？还可以，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右边的好了。OK， 好，那你坐过去。那你们两个各坐一边。这位是我们的店长，你知道我们今天有个女客人，她是喜欢斯文派的，这种可以吗？斯文派的。可以啊。小鲜肉们表现。对嘛？太坏了。对，我们太坏了。表现的太多了。对，表现太多了，好不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淫乱之旅，不是？那我们现在先喝一杯，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到底多浓？来，可以吗？
们先喝一杯，不喝就是不给面子，所以要喝，喝一下，喝一下，来。OK， 来玩游戏，来，那玩什么游戏？其实就有点类似剪刀石头布的概念，这个是变态，然后警察。那你要跟他玩哦。可以啊，那我们先试玩一次好不好？准备开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上。哦，你输。那我们下一轮正式开始了。输的话，你们就要喝这个，这是他们店里的特调，就喝那个了，好不好？那我们准备开始哦，正式来了哦。来，三二一，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开开。谁输？他输的话呢？来，你五杯选一个。诺瓦中间。直接一杯喝完哦，哇！那你看着他的胸部说舒服，可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旁边那个也很想看，对，旁边那个。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长辈说一句话？来说一句话。来，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不行吧？好，那换你，换你，换你，换你。看着他长辈说，西瓜吗？这个更辣。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不行吧？不行吧 ？OK， 那等一下呢？我们要玩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的游戏，一起来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就是一个人喊一个字，假如我先就一只青蛙呱，两只青蛙呱呱，然后就接着下去。对，就是如果没有接到，或是喊错。哦，那我们准备开始玩了，那你先。一只青蛙呱，两只青蛙呱呱。来，站在身上，然后抖奶给他十秒，这样。来，准备开始，十、九，你要抖啊，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香吗？太香了，真香，真香啊！然后我们继续，兔兔输了先来。来，要一口喝完哦。来，谁先？你先。哇，两。来来来来，选一杯，选一杯，选一杯。等一下输的那个人要找一个人陪你一起喝。来，你输，你先。一。哇，两。那你找一个人陪你陪葬他。没有喝的，自己拿了吧。我是专业的。那我们刚刚的老酒都喝完了，然后呢，等一下我要请你们跟我们的女来宾给你们福利。那我们的雷伊他有点 M， 所以呢，等一下你们要掐他脖子。然后我们的兔兔呢喜欢掐别人脖子 ，OK 吗 ？OK 吗 ？OK OK OK， 好，来，那你要掐他们，然后掐的同时呢，你们要可以表现一下被掐的感觉。准备开始，来，来，小李，傻笑。掐我！怎么每个都看起来那么痛苦，没有很爽，怎么办？我还没有吸上去啊！啊，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来来来，准备开始，来，努力一点了，很骚哦！来，最后一个，哎，舒服吗？还行，还行，还可以，还可以。雷伊喜欢被掐嘛，对不对？嗯。要被掐了，来，准备开始，来，够用力吗？来换他，开始。我喜欢，大大总裁型 ，OK。来了，要深情的看他，来来，准备开始，来开始。喜欢吗？很大力。可以换脸，来。小骚货。温柔腼腆。你是压轴哦，开始。够用力吗？还可以。刚刚我们被掐完了，你可以想一下，等一下你要选谁？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脸。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怪怪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对不对？裤子有点窄，有一点反应，是不是？讲一下，有没有一点感觉？一直输啊。有吗？有。你有感觉？有点醉，有点醉。那等一下呢？你们先选一下啊，我先出去一下，你们先自己玩一下。好，我先出去一下。好。OK。所以我们的包厢准备好了吗？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包厢。OK。那那个包厢记得不要让。吃一下餐点，好吧，就是靠你招待了。来啊，我们终于吃完饭了。
这个餐点招待的还 OK 啦，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状况。好呀。那经过我们刚刚一连串的相处呢，来，我们常客舌道，今天只有两位男模可以留下来陪我们的女来宾，留下来的那两个人呢，一个会留在这个包厢，另外一个会在另外一个包厢，那剩下的就可以下班了。我们先残酷时刻好了，这样他们淘汰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输？就是类型不同，呛一下他们啦，可能十秒就结束了吧。来，恭喜你，你要留在这里。滚！我。对，我也觉得很惊讶。有没有什么要得奖感言？我想要下床。接下来换我们的回去，请发表得奖感言。很爽。他们还会问他选特别帅。恭喜你被淘汰。真的假的？没眼光了。好啊，拜拜。昨天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入选？肯定有，我觉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对。但是今天你的所好不用说。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被选上？没有，都感觉很开心，很开心。我带你，因为他选。发表一下诺奖感言。我要加一颗加嘛。两个你 OK？ 好，你们留在这个房间，然后我要带雷。那这个包厢呢，就留给你们了，好不好？给我一点，一个小时好了。不行啊，半一个小时啊。啊，一个小时。好，一个小时我会回来哦。好，那我们先离开了。好，就这样，拜拜。One hour later， 来，我问一下，刚刚有没有做？有啊，三四次。他真的做那么多次吗？嗯嗯。OK 吗？满意吗？满意啊。好，来，你怎么看那么累啊？那 OK 吗 ？OK 啊，刚好一个是 M， 一个是 S。那喜欢吗？喜欢。问男生好，问男生。凯哥，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跟以前比起来？之前的话做几次会软掉，休息一下才会再硬起来。啊，现在是都是硬的。我不知道是人的问题还是我，不知道是女方的问题还是我。代表我有内力啊。哦，好，来，你分享一下跟以往做有没有什么差别？我这次真的持久了很久。之前平均一个小时，我大概可以两次到三次。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憋了之后一个小时，你可以比较忍忍，可能激发了我的潜质。来，我们的 K。以前不会那么兴奋哦，你就比较兴奋，我就很兴奋。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呢，就是有在你们的调酒里面，这是合法的吗？好，我先讲，不要激动，是。是保健食品，就是我卖的产品。其实我们刚刚有放在调酒里面。我弟很好。这个东西呢不是药，但是我们今天要这五位男模，因为它这个是里面是粉末，然后我们先会不会来的？啊哦哦哦，我们先搅拌，让它看起来融入在这边。哇，主要是专业的。我这次真的持久了，之前的话做几次会，啊现在是都是以前不会那么兴奋，可能是激发了我的潜。你们刚才也觉得是自己比较猛，对不对？是因为人的关系，哎，就觉得有差，对不对？那我们没有，我还以为是女方的关系。哦 ，OK， 应该都有。要帮自己讲，应该都有。其实今天呢，最主要就是让你们尝试一下吃完那个的感觉，因为我们不能乱笑啦。但是其实这东西是保健食品，所以可以每天吃啦。会被告，不能下药。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男朋友或老公的，你就在他的东西里面加一点。我好像听过，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里面很潮，里面很潮，里面哎，刚你们里面很潮有用吗？那个怒滑，就问一下女生，你就 OK 吗？感觉好像有点热热的，擦在哪里？该擦部位跟不该擦的部位都擦了。真的假的？哎，看不出来哎，你也看不出来哎。刚讲 gay 班型。哎，你们刚才用里面很潮吗？有，但连续这样子很累呢。啊，有什么感觉吗？刚刚其实没有听得到他太多些什么话，毕竟三个人一前一后。刚刚是谁在前面？他在前面这样。好啦，那今天不是节目到了尾声啦。那如果喜欢兔兔跟雷伊的，可以在一张在这边。那如果你们想要找我们新竹摩根会馆的，想寻开心的、好笑、讲话幽默、能聊的各位女生朋友们，记得来新竹摩根，地址资讯在这里。好啦，那如果
果想要购买里面的马卡以及我弟和我直接上我们的虾皮搜寻小哥阿里，因为现在太多假货，或者是到我的授权的正版代理做购买。好，那我是艾琳，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看你呀，你见你他妈。